快递，快递。我好几个快递呢。三四个吧。三，哎，我这么多樱桃。鸡蛋那里，鸡蛋那里。好了，这个容易打的那里。嗯，对，我拿了。我这好多好多快递呢。你再多也四个呀。啊，对，好。哎，咋去？我刚才报了个名，报名就是，有一个房车群，哎呦，来，先，来，咱们先吃这个。说呢？那您得上山了，上不了。为什么？改资费，这个明天再死。那后天就是真讨厌，说该看那个，刚还给老李说呢，有一个房车群，这个群呢就有一个活动，就是12月份去防城港，他在防城港建立一个房车营地。啊。完了以后呢，联系去越南，越完南完了以后去澳门。啊，完了以后再去桂林。澳门离桂林不远了吗？不知道，这个东西玩儿不是远近，你看这一路有很多地方，你房车出去，你不就是玩吗？嗯，你不能总在营地里待着，你在营地待着有什么意思啊？他组织的。那你要不是组织？就是咱俩不是去曲阜了吗？组织那个活动吗？全是免费的。济南，那个活动都是免费的。今年12月份咱还俩走，走吧。嗯。就房上的东西，冬天了都不用，都没事了。冬天冻着呗。东西又不涨，你还能东西还能拿下来？不拿就在那放着。本来就是啊，除了石榴树拿下来，无花果拿下来，没有拿下的东西，你还拿啥呀？哪有拿的东西啊？我们的鸡刺儿，一看就好吃。三厘豆。啊，哎呀。我从房顶下来，就是什么呢？昨天干了一上午的活，下午下雨了。昨天干连续干了8小时没有休息，我都不知道累。今天早晨起来干活，哎，刚才累了。我也是从6点钟开始干的，五点多钟开始干的，6点钟吃点饭，一直干到。10点钟知道累了，确实累了，我确实干不了了。我就下来了。这不是刚好老李买了樱桃。这家伙现在有事儿了。嗯。天天买，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，以前没这事儿，一睡睡到10点9点。现在真的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，就是特别充实人的一天。不知不觉，哎，你就到时间了，而且呢还知道饿。原来呢，你说好长时间，你说该吃饭的时候不是真正饿，现在还知道饿，就是一天忙忙碌碌的。我发现这样挺好的，多好啊！时间过得也快，而且呢，每天都想着总有事儿干，每天都想上自己的小菜园去观光，去看一下，每天溜一圈。你稍微对吧？没事，你拿你的。我在这儿呢。不用，我
你给我，你给我得了。我不好意思啊，自己吃的东西给人家，让盒儿盒儿是啊，我知道。我还坐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事儿干的，这休息不好了，家五点钟就半夜就叫了，你起起来。我俩每天早晨起来，而且干活不热，这我知道。第一，这倒我就没发现热不热，因为现在咱们中午能干吗？哎，他老底份，关键是每天早上你得给鸡喂东西。哎，对。嘿，就我们这个鸡长得也是特别快。明天去养去。嗯？他明天去边山去养去。山上的草比苞米高，不可能。嗯，后天上山，后天。我就说你不要改自费，你在手机上改自费就行了。你怎自然而然他都给你改了？你让音乐厅改什么自费啊？嗯。这个移动这个资费啊，我的资费是一个月是160-180，给我优惠活动嘛，所以就是每个月是120。这个活动呢，就是意思呢，你就可以免，就是不限流量嘛。正好我是出去玩去，我说不限流量挺好的。结果不是那么事儿。结果呢，这我出去了，哎。就限流，就限速了，不是限流了，限速。你就是发什么也发不上去，没办法，我就说看看那你花钱买，就是你提速。他说提速多少钱？他说你交50块钱那个套餐，我就交了个50，交了50才用了4天。你两天没了。才用了3天到4天，这50块钱没了。哎，我怎么又发不了视频？何苦呢？后来我就问他，他说的。你这个没，你这个套餐用完了，你还得花钱买，那我就又买了40块钱，买了40块钱，用了2天又没有了。哎呀，我这是真的了。哎，可是老李那个就没事儿，你老李那个一路都没事儿，老李你那个。我是126的。哦。哦，你。不用了，咱俩买个移动快餐。啥都不用他那个，交那钱干嘛？就我一看不行，就后来我又交了。刚改自费就改，我改给我改的最低的，啊、没用，就买个移动 WiFi 什么都有了。对，是，哎呀，这个移动，后来我一看，我这次出去，光我这个手机这个买这个提速，我就花了120块钱。我最后我干脆我也不买了，最后又限速了，勾着我干脆我也不买了。120块钱都没用10天。啊、嗯，没用上10天，有10天吗？没有，没10天。最后我一打电话也没有用，后来我也不管了，你限速就限速吧，你那个啥，你我不看手机就行了。到后来都这样了，我回来我怎么就改呢？改了说你还要审批，哎呀，我天。怎么样？嗯，好。哎，好了，今天我这个领导就吃到这，有一大堆的这个快递，看看，4个快递，南大街那给我取了吗？取了。这是个种子，可能是这是。呵，这简陋。这是个哦，都听我听说这种黄瓜特别好吃，这点黄瓜种是10几块钱，就这点，种子也是挺多的，嗯，这个是，你听他说就好吃，都出了名了，是不是？你说罗里法，啊，这个。我这个西红柿啊，得需要高磷钾的这些元素，要不然它西红柿它不爱长，长了它也不好吃。所以呢，我就在网上
就买了，是不是这个？我不知道啊、哦，是不是这个？哦，簇花做果蝇，簇花做果蝇，这个好像是得蘸花啊，是怎么的？这个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轻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什么，我学茶艺呢，学茶艺，来了套杯子，盖杯，这个都是有那么堂课呢，这个杯子，哦，这个，还有一套呢，我还买一套茶具，这个，啊，这个，那就是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挺沉。哇塞！啊，哪是鸭蛋黄？这哪是鸭蛋黄？这鸡蛋黄，讨厌！看，太小了。也许说人工做的。啊，不能。连人工鸡蛋都做的，那你像这玩意儿？谁家蛋黄一吃就吃出来了？人工鸡蛋这些都有做的呢。是啊，那是打开以后才发现，你是要本身就是。那、啊、这个很容易做，比那个还简单。嗯，我准备就是拿它那个包粽子的啊，包粽子用的。哦，那硕果林还有高钾那个笋蓉，哇，西红柿就是没有那个缺那个不行，缺那个，哎呀哈，能了。